安康大鱼翅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多大！你看它这个刺有多大。对了，用这个火锅底料啊，任辉的火锅底料，一个是清油的，一个是红油的。嗯，现在有活动，姐妹们，你们去排啊，21.8发的是三包，活动都已经好几天了，然后快结束了。他家这个，我这个是用红油的。全是胶原蛋白。螺蛳粉儿，看见这个炸弹有没有被吸引到？哇，这个汤好浓郁啊！这个腐竹是我自己放的。好香啊。新品螺蛳粉还是发9包合一方的啊、哦！
这个酸笋又嫩又脆。我不怎么喜欢吃腐竹。